Hello. Ah, 好傻，你这……左手一个慢动作。啊！好可爱呀！来，快帮我把麦子……啊！这就是你说的给我的惊喜。喜不喜欢？好喜欢。来来来，过来，带你过来，请上座。 哎呦喂！最美的花送给我最美的主人 ，Angela。 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的第33天，大白也会陪伴你一生一世。我好喜欢。你赶拍这么忙还没回来看我，我真的被你感动到了，怎么办？ 请，喂，亲妈，你回来了呀？喂，Angela，你干嘛呢？楼下全是狗仔。我在家呀。那个冰冰还好吗？我听小白说他在巴西得肺炎了呀。 他没事，我现在乘电梯，正在上楼到你家。我很快就到了。开门啊！谁死了？你不走我就死了！快点，快走，快走！请妈拿楼下，赶快去！哎，快快快快起来！脱掉！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！我忘了怎么脱了。这怎么穿上去的呀？哎，给我脱下！拉链吗？ 我也想你啊，巴西好玩吗？不好玩。那休息一下，喝不喝茶呀？不用了，我不渴。那坐一下吧。好，坐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这个粉丝送的，实心的。 这么大的东西放这碍事干嘛？明天拿公司去吧。好，行。去你房间收拾行李，到我家去住几天吧。怎么了呀？我今天跟那个花无尽见面了。亲妈，你都知道了呀。 为什么要瞒着我呢？怕你生气嘛？对不起啊，我错了。是认真的。超姐，我说他陈子昂是认真的。嗯，他真的很好，他对我是认真的。现在静姐的手里面有你跟他的合照。 他准备把这些照片拿去给传媒曝光了，这是他们公司一直用的手法，利用绯闻来捧他们的艺人。那个陈子昂跟周飞燕，还有张天书，还有严晓，还有那个什么嫩模的双胞胎，都有一腿的，啊，这样的人你也相信啊？嗯，亲妈，其实子昂他跟我坦白了，都已经告诉我了。 他呀，都是静姐逼他的。其实他对那些女孩根本就不感兴趣，他对我才是真的。嗯，他只喜欢我一个，对我是一见钟情。他说我跟所有女孩都不一样，他是真的喜欢我的，非常认真。他说了，他可以拥有去死呢。那叫他去死啊！ 那种塑料演技你也喜欢听啊？他就是那种男人，靠着女人来上位，他根本就不配你。哎呀，新闻不一定都是真的嘛，
有公司黑他的。你太单纯了，你怎么可以轻信人呢？这个圈子里面人心难测呀。都怪我一直保护你，现在啊，就算那个陈子昂是个火坑，你也会闭着眼睛跳下去的。跟你现在说也是白说。走了走了，快点拿点东西，赶快走。我明天还要拍照呢。那叫保姆车到我家去接你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快点快点快点。还有你得帮我看着冰冰啊。冰冰怎么了呀？哎呦，他在巴西认识了一个老外，还跟人家好上了，说要逃婚呢。啊，那小白知道吗？这可都要办事了呀。哎呦，这不就要我劳心吗？你们两个都是这样的，你们两个小公主啊，让我烦死了。你还站在这里啊？我马上去拿个包。哎呦，烦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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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不像是实心的。这个是设计款，今年流行的。走走吧，老妈。哎呦，你们两个就乖乖的啊，你呀、给我好好的看住冰冰。嗯，你们俩呀，没一个让我省心的，没事给他经常打打电话啊。哦。何念情，你个老妈子。夏阳，你很久没回上海了吧？啊，三年了。一看就是，上海这几年变化很大。你是临时回上海还是定居啊？